上卡啦！踩到有速度之后再滑行。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！你这样会摔车。我一开始练车的时候就是带这个，可以帮我成长。靠，你要老练了，竟然把车撞得迷迷冒冒。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骑车啦？对吧？想念。每次看到我，都一直问说：“你到底什么时候要上卡？”我今天拍摄之前，马上处理好保险。啊？你说你直接去全险，加到满？对。你这样额度一个月应该身故至少有2000万有吗？或是什么伤害？我有这么多吗？啊，反正今天重点就是我上卡啦！真的？你真的要上卡？好紧张哦，好兴奋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在上卡之前，还是要先在室内特训一下。毕竟上卡不是开玩笑，你在没有完全练习过的经验，出去马路上其实是有摔车的危险的。就算你保的身故太高，我怕我公司赔不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室内，在脚踏车架在训练台上，先让你练习一下上卡的一些基本概念。好了，上车。保险又不是你赔。那开始前，我先稍微示范一下，我们通常在骑户外上卡会遇到的几个常见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起步一定都是在红灯起步。那普遍来讲，最容易摔车的几个场景，大家一定都会很好奇，上卡是不是真的很危险？但危险的时候都不是你在骑车的时候，因为在骑车的时候速度很快，你不太可能在那个时候上卡滑倒，那个时候就是摔车了。所以通常摔车的地方都是在没有速度的时候，静止的时候，或是你准备要下来刹车、停车、下车，然后卡拔不出来，通常是这个时候。所以我们要先练习一下，从零开始到速度减到零之前应该有的几个动作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就先把车子踩在坐管中间。那你要练习的就是你要滑行出去，所以一只脚先踩在就是卡踏上面，然后我通常的经验会把它稍微的有一点点高度，因为这个时候我往下踩的过程，身体会把我的速度用踏板往下带的这个动力往前滑行一小段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有效的先让你有一点点速度，不会静止下来。所以踩稳之后可以把刹车按住，先找一下那个点，然后把它踩进去。踩稳之后，这个时候左脚已经上卡了嘛，我就会踩下去，屁股坐下来，坐下来先不要急着入卡右边，先滑行一下，有速度了，再去找位置，踩稳之后踩下去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正常骑车。接下来就是下车，下车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先习惯滑行，然后把脚先卡出来，掉出来，这个时候看状况，哎，红灯快到了，我就身体往前踩下来。那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。你往下踩，这只脚就是你的侧柱，机车的侧柱。你的侧柱越窄，越容易倒下来。如果你重心不对的时候，所以侧柱记得往外开一点，然后把重心倒向这一侧，这样就可以让你在下车的时候比较不会因为重心不对卡住，左脚还没拔出来就摔车。换你练习，第一步骤先把左脚入卡，这个时候刹车按住，因为你不按你就会滑出去，所以按住，然后重心先把它踩下去，让左脚先进去。你没有按刹车，你一直在转。按住刹车，按住刹车，然后往下踩，先把左脚踩进去。OK， 好，等一下，现在左脚入卡了之后，你现在左脚往下踩的过程，身体蹬起来，坐到椅子上，好，脚继续踩，对，踩到有速度之后再滑行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你这样会摔车，先下来，你脚先不用拔门。你的速度要在有惯性的情况下再去找卡的点。你一开始在公路上的时候，如果你在那边只想要踩进去，你就会摔车。先把速度带起来，先滑行。好，左脚入卡。好，踩起来，屁股坐上去。好，先踩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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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，先不要管，继续踩，继续踩。先不要管，先不要管到底有没有踩准，踩在后面也可以。好，滑行。滑行，停，滑行，去找位置。摔车第二次了，你已经死两次了，再一次还可以领两次赞。左脚滑出去，让你的右脚，这是整个卡鞋的底，不管是前面、中间、后面踩到后片都没差。你的重点是要让你的速度不要变慢，你速度变慢就会有可能跌倒。好，再一次，脚跟右边，先卡进去，左脚。我比较喜欢吃花生，怎么了？花生会长痘痘。草莓后片加蛋。
OK， 我们刚刚已经完成新手村的训练了。刚刚在室内，看起来表现不错。可刚刚车有固定住啊，所以待会我们难度是有点增加的。我们现在在这边也算是新手村啊，再稍微进阶一点点。那这边是不会有其他外物干扰的。有没有看到这一片非常广阔啊？待会你再怎么摔也是自己摔而已，所以摔摔你已经准备好，你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？是，我一开始练车的时候是带这个，可以帮我成长。所以这个其实也已经一年多了，莫忘初衷啊！你三道猴子啊！对，等一下，我们先从刚刚的训练复习开始。刚刚是在固定式的训练台上做一些起步跟下车的动作，我们到底是用空旷的方式直接开始练习。那记得刚刚讲的几个原则。好了，我们就边练边讲，开始 ，Go Go。OK， 等一下，第一阶段一样，先从左脚入卡，然后把你的踩的点拉到最高的位置，要往下有一个加速的力道。好，上卡。好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好，把它拉到最高，然后再往前滑行的时候就踩下去，搭配屁股往上。记得第一个步骤，持续的踩，持续的踩，速度不要不见，再踩，再踩。好，接下来开始找你的，哎呦，进去了，啊，进去了。哇，第一次又成功了，进去了。好，前面准备那条线要下卡哦，摄影机那边那条线。好，拖卡，滑行，准备下来，往侧边踩。对，导线导这边。哇，边踩。哇，我当初想，当初我他妈的摔了几次，收回。我记得教练跟我说过，就是越谨慎的人越不会出事，他就是太有自信。他放松，他觉得自己一定不会摔，就摔了。好，我们增加难度，开始 round two。待会出发之后，我随时喊停，因为你有可能在路上遇到突发状况，是车冲出来，小孩冲出来，这个时候你要紧急拖卡停下来。好，准备出发，3、2、1，好，脚踩往前滑，好，找位置，准备入卡，车，哎，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，我刚以为你要倒了，没有。厉害厉害，好，继续考验，我们还会有一样的状态，再次准备出发，看也太及时了吧！啊，车就是很及时的。push、哎，先踩，找位置，好，有了，踩，车，还想转过来，好讨厌哦，很厉害，受伤了 ，OK 的，这个护膝要不要拆掉？然后等下就受伤，增加难度，这样受伤才会流血。我戴这个绿色，才能提醒我莫忘初衷。见血，这部片才会红啊！真的吗？好，下一个阶段，我们带来的考试会是要紧急刹车，因为你有可能在入卡的状态，骑，突然真的有人冲出来，然后你很远就看到了，可是速度要有点快，所以你在很远的地方看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先把速度按着刹车的同时，脚要拖卡，然后准备随时要下来。可是你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是瞬间拖卡然后下来的，先把脚离开，但是评估要不要下来，因为你有可能你脚离开，这个人又解除了，你又可以继续骑，你这时候就不用下来。可是你他讲那么多，然后这个做是一秒半秒之内发生的，对，你的头脑在瞬间要，我要不要下来，我要不要再踩上去，踩上去。所以我本来就要预测有可能会，所以我等一下会从那边，然后稍微加速过来，然后有一点点速度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在这条线哦的地方停下来，可是我们要只能在前两格的地方开始刹车。OK，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减速加停下来。好，出发，再快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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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减速，拖卡，刹车。可以。这是第一阶段，我是谨慎磨人。对，第二阶段要到一格才可以了。我刚是两格哦，刚是两格。看到预期心理啊，踩，再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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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刹车。还行，就是脚，我应该没有偷刹吧，还可以。重点就是都是要记得，你的脚都是要让身体导向要离开这只脚，车架的方向要倾过来。你只要往这个方向倒，就有可能会跌倒。了解。好，那我增加难度，我个人增加难度。下一个就是考验是你们两个并行，然后梁哲瑞突然插你那边，你要插他，梁哲瑞不跟你讲，你就插。如果撞他，对，就你直接切他西瓜，切他线。那撞了我怎么办？
贴他线啊。我不能攻击、啊。那我直接这样过来，防守挡住他。你就突然爆速攻击贴他，然后我就撞爆。然后你就要刹车停下来。我就撞爆。好。你要准备随时都可能要下卡的这种准备。下卡就是快速的往右旋出来啊。哎、欸、嘿、欸！好了，哎、欸，把速度拉起来，速度拉起来。呜，还好啦，还可以。OK， 很可惜的，今天没有观众期待的这种大画面。是什么啦？哎、欸，你竟然谨慎磨人，真的成功挑战哎、欸！想当初我第一次上卡的时候，练习摔了两次，骑回家摔了第三次。好赞哦、喔！你今天竟然骑回家，敬请期待。但还是要非常感谢，就是这次提供我们瓦户棒棒糖的这个系统，就是瓦户的 Speed Play。然后这次我们其实是使用不锈钢的版本，但这个版本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，就是我之前是使用其他系统，它就只有单面上卡，所以它一定要扣进去踩下去才可以入卡。但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讲，像我刚刚适应了很久，但现在对于你来说，哎、欸，它是不是就不用选方向？其实是会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，你比较没有杂念，你像一张白纸。所以你刚刚在上卡的时候，你觉得在入卡的难度上会很高吗？你觉得在整个上卡的过程最困难的是什么？就是我可能还是有观察一下它的形状嘛，然后就是很直觉的踩进去，不用想太多。有些不是还要这样往前扣，然后再踩一下干嘛？我没有，还有比较单纯。所以，但我自己还是要老实讲，因为这个它在刚开始扣的时候，新的扣片其实非常紧，所以它一开始没这么好入卡。但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只有我啦，因为它就非常好入卡，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体重的问题，应该是我重量关系加成。好啊，天才，天才，好啦，天才啦啊！但是我是谦虚不敢讲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期待一下，待会你骑回家的过程到底有没有摔车，好不好？应该会啦。还要特别感谢的就是 Nose Wave 提供的这个 Core Plus 2 White 这宽楦版本的。让我有点宽的脚，踩起来是非常舒适，里面还有空间可以活动。因为其实本来我帮你找了超多卡鞋，但都不这么合脚，就是你穿起来都会有点太紧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还是可以点击下方资源链接。好了，我们就最重要的是要邀请大家各位观众，哎、欸，上卡对我来讲好像真的要摔个三次，哎，但我发现用我的旧经验教他，好像真的哎。欸还可以哦，所以如果大家在犹豫要不要上卡，或许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大家也在下面留言，你在第一次上卡的时候到底摔了几次，我们来互相那个，你知道，博取一下同温层，不然他零次我三次，哎，讲得过去吗？讲得过去啊，我很谨慎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我是你的教练周瑞，我是天母风力所，喜欢我们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 ，OK， 那我们就看你骑回家的路程，看到最后，看到最后，会不会塞车哦？下次见，拜拜。Bye bye。所以我们这次就是那个瓦户的那个 Speed Play， 就是它的系统就是不锈钢版本，65的，记得等一下要提醒我是讲65的宽，就是倒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第一次倒了，第一次倒了，干嘛那么高兴呢、啊？靠，我要落链了，竟然把车撞得迷迷冒冒。